枪有枪架，弹夹不能有弹架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要正式的询问你们，你们的弹夹都怎么摆放它呢？放置它的时候会怕刮伤吗？还是直接把它插在枪上呢？那如果你有两个弹夹呢？放枪袋吗？那如果你有五个弹夹呢？袋子空间不足呢？放在地上吗？如果你房间只有四平空间，却被弹夹整个塞爆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很简单的办法，就是你不要一次买这么多弹夹就好了。今天分享神龙 3D 弹夹展示架，打开打开打开，先打开，哒噔，有没有弹夹架？还有附赠螺丝，这是可以串接在一起的 3D 列印，也就是说用电脑绘画，然后把它制造下来。看一下，刚好。然后还有附赠这个放手枪的，这个可以拆开，把它固定在里面，刚好，哒噔，都可以放，刚好，哇！而且它底下有指滑垫，整个桌子在动它也不会滑。小的还有放笔的位置，工具的位置，贴心的送你螺丝跟扳手，我们给它组合在一起，串接在一起，这就是串接在一起的样子啦。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方便，真心的觉得可以带一组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可帮我按赞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看过影片的人赶快在底下留言让我认识你一下好吗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